中文一点点，我很喜欢尤宁阳，借他玩一下神技，这样啊啊，结果他还是跟狗一模一样的，然后不动。Tom Hardy 吧，我觉得可以看看他脑袋里面想要在想什么。我爸爸妈妈吧。对，我爸爸妈妈都不在世了，但所以我有时候会非常想念他们。如果他们能够在我意识里面的话，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。我不想，我谁都不想要上传到我自己的脑袋，我的秘密是我自己的，我不想要让别人分享我的快乐跟不快乐，除非是我想要分享的那个人。但你不可以带到我的脑子里面去偷偷读我的东西，那就跟日记上了锁，还有把它敲开是一样。我可能会放我的宠物吧，狗或是什么，因为它们寿命比较短嘛，我就把它放进来，它可以，它也可以体验一下，哇，原来人是这种感觉，借它玩一下神奇，这样啊啊，结果它还是跟狗一模一样的，然后不动。做一些那种当天恋爱之类的糗事。没关系啊，送它，它是我的宠物嘛。爱因斯坦吧，因为我想要体验看看做天才是什么感觉。我只是想说，他的脑子都泡在福马林那么多年。希望还可以。我要的是对健康的爱因斯坦，库伯利克之类的，这样可能到现场就切换两个，就比较轻松一点。进到谁的？最近是蛮想进到我的女儿的脑子里啦，因为她最近3岁了，所以我讲什么她都要反过来做。嘿，我是蛮想知道她的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的。同样的，我也不想看对方的，对，因为 even 连 Mother Teresa 我相信她都有痛恨的事情，所以我不想要进入别人脑袋，那我宁可没有存在过。Mark Zuckerberg 就是 Facebook 的那个创办人，这样他可以从他的账户可以汇点钱给我，是不是？没有，我可以公开的讲，就是我很赏识杨佑宁的，而且用中文，用中文的，他会说中文，他会说中文吗？流利中文吗？一点点腔调，一点点中文，一点点。我很喜欢佑宁杨，佑宁杨，我想他代言我们的网站 ，right？是这样讲吗？网站 ，yeah，cool，yeah。网 ，is it right？ 网，晚安，is good night，I know，yeah。